四、彭世颖、吴俊伟、谢荣豪、魏硕成，哇，再加上郑凯文啊，哇，不看那个场上，对，中间方向，岳振华精彩的扑接，帮陈柏豪拿到了第一个出局数。这个打得好，但是手背好像表现得更好，会被接到了哦。绝对有形成安打条件的一个飞球，我们再看一次，打得很扎实。岳振华等于在第一拍的时候就已经正确做出判断了，往他的右手边跑，而且他是这个右手拿手套的，反而这个可以伸得比较长一点，左手拿手套可能就不好扑这么远。接下来打击轮到王振堂，这球打向了右半边，在一二垒之间被接起来了，四传三的刺杀。想今天对于陈柏豪来说的话呢，也是尽可能的把局数给延长啊。这个变化球摆在了外侧，范国成没有出棒，被主审给拉掉，所以在一局下半不到十颗球，陈柏豪生涯的第二场先发，缴出了三上三下的开局。轮到戴培峰，会打安打哦，安打没有问题。这个球弗莱西直接把小飞球收进手套，对，想要触及，但结果没有成功，以失败收场。弗莱西稍微改变一下自己蹲的位置，陈真这球出棒，打在内野上空，一垒的界外区，许继荣移动过来完成了接杀，从两坏球投起，但成功拿到了出局数。对。陈柏豪两度回头确认跑者的位置，这个球挤压到了游击防区，张坤宇快传到二垒的垒包，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。以传球的时机点，确实身后已经蛮接近要开始滑垒的动作。对，还蛮接近的呢。戴着耳机要接收指令，你会不会觉得申浩伟蛮有把握的？看起来他的手势确实是很有信心。对，确实。弗莱西稍微蹲向了外侧，变化球来了，打向了游击防区，张坤宇再试一次，这次传二垒是抓到了出局数，叶祖轩遭到了封杀，所以在二局下半富邦是留下了满垒的残垒，没办法得分。最后这个外角球，王胜伟擦棒被捕，遭到了三振。对，这有点像是他的变数。王振堂前一次上来是击出内的滚地球，遭到刺杀，还是打高了哈、哦。打在球的下缘，苏伟达冲上前来，在边线的位置完成接杀，两出局。重要的，顶时带起来，在左半边，张坤宇往后退，示意由他来处理，在外野的草皮上接下这个飞球，三出局，结束了三局下半富邦的攻势。攻击不会击球点掌握那么好。戴维翁这个球出棒打到了中间方向，岳振华已经掌握到飞球落点，完成接杀。决胜了哈、哦！这球摆进好球带，被打到了右半边，判断一下之后完成了接杀。林书义抓到了四局下半的第二个出局数。订阅更便宜哦，快订阅起来吧！